横臂护法，请准备好，我可要出招了。我真名乃秦羽，嗜血洞府的新洞主。有我在，嗜血洞府就绝不会任由九煞殿欺凌。但你们在我的地盘，就得遵循我的规则。恭迎新洞主！恭迎新洞主！恭迎新洞主！自今日起，嗜血洞府不再有正副洞主之别。我为一洞主，侯费为二洞主，同时撤销对黑鹰和那位修仙者的追杀，前人的恩怨我一概不管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请那位实力高强的黑鹰来做三洞主，以增强洞府的实力。如有不服的，即刻站出来。拜见新洞主。